他不见，你有单吗？没有啊，我他妈普通 AK 啊！God damn！ 我是七 MM。哎，他打中我！哇！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只想快速告诉大家，大概还有50%收看我影片的观众还没有订阅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帮我按下订阅按钮，它是免费的，而且会让我很开心，谢谢大家。有36分钟，绝对可以啊！有人在开枪了，有没有打？先看自己的刀有没有毒。好呀，我有啊，有啊。有啊。话说有一个好像不是观众啊。算了，不理他了，反正我们就做我们的事情。等下有人在打 AI 之类的。在刚听啊，换位红牌到 A。PS 弹 AK 545的，不要爆太多血啊！ PMC I know。靠腰速爆雷，自己先撤退。撤！已经倒一个了。哎，不对，有倒人吗？我不知道，紧走哦。我有，14，呵呵，加点用了。哎，你没死哎，我以为你死定了。还一把。爸爸多少帮助现在了呗？哎呦，这个枪不合我们的这一个目标啊，不然拿枪啊，拿枪就错了。哎，邪教徒，干你妈！哎，真的假的啦？哎，真的！哎，你不能打他，完蛋了，我不要死了！干嘛？他死啊！啊，现在其他邪教徒会开枪啊！喂，等等，他刷在这里，真的假的？耶！开始了，我看到了，我就说不能。耶！撤！你死了吗？听到有人中枪，我还没死，但我听到有人中枪，好像死了。不是，我都看不到他。完蛋了，这很。我在一楼洞里面，我们要集合，你有办法吗？我没有。我可以绕一整圈过去啊。Okay, 然后我觉得躲房间比较有机会离他们。等他开门的时候再开他。你这不能打下去就晚了。我们要怎么打死他？黑白最近的话，他可能用白马的话有可能打得到他。重点是你要看得到他，而且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他，对吧？为什么只剩？这样看起来，怎么还有一个人还在等呢？对吧？你杀了一只嘛，出估至少三只，好不好？那如果是三只的话。白黑马那里一定还有啊，那个火炉旁边草丛搞不好有啊。我有吗啡啦，我可以插针然后引他们开枪了。你觉得引他开枪我就打得死耶、欸？是不是想太多了？多一个 slave 啊。Dynamic loot。我会看到是因为我的画面跟你们的画面不太一样啊，我的画面更清楚一些啊。没有的话，我们再上来想办法搞他们。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队友挂掉了？啊，对，有一个队友挂掉，还有一个活着。那我们到 D2 集合吧。
听说 D2 也有机会出啦，所以哎等等。OK。啊！我快死，我快死。这样子。你赶快补，你赶快补。是。干你妈！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！等我一下，再拉一下，怕疼痛哦。啊，我等会跑对面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一二三，哇！然后呢？欸、他好像不见，他不见，有干吗？哎呀，没有啊，我他妈普通 AK 啊！God damn！ 我是七 M 的。哎、欸，他怎么？哇！是我打死你的，还是他砍死你的？我看一下、啊，我觉得有可能是我被 head eyes 哎、欸，哦，你被砍死了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看不到是怎么死的。没有，我被你 head eyes fuck。你被 head eyes， 对啊，你的谁打死你的？是 VI， 你可以看谁杀你的、啊？哦，是我，不是那个，就你啊，对吧、啊？我也觉得有可能是我，因为。操！一转头直接看到他在我脸上捅了一刀、欸，他突然就往你脸上冲过来，哎呀妈的 ！OK， 请问我们的队友还健在吗？我们可能这里可能会需要你的帮忙啊。我觉得他走我们走过的路比较好，这邪教徒。感觉如果要打地下室的邪教徒，要走就是其他有楼梯的路啊，不能走水啊。Sugar 吃了加 buff， 好，这样不知道加多久。OK， 我看到东西了。不知道那是不是普通的 scab， 我根本就不敢打。还是走往后啊？没有哎、欸。我觉得走餐厅比较好啊。可以跟我汇合吗？我剩下的队友。不是，他不是探路死哦。那个太扯了，我没有想到他会冲回来啊，我还以为他走掉就走掉，哎、欸，没有想到他竟然冲过来刀你、欸，好悲。那就这样算两团邪教徒吗？他们在不同的位置、欸。不会全刷在同一个地方吧？也有啊，对啊，那比较刺激啊，到处都有。在水沟盖旁，我等你啊！我需要你啊！我好怕、啊。邪教徒有装吗？有啊，这你看他的装备很好、啊。之前邪教徒不会主动攻击 scab 玩家，这我就不知道，他们可能很缺糖果吧。哎，地下室，对，你从我这边下来，你从那个餐厅这边下来，我们会需要所有的人啊。等等我们去开灯，开灯打这些邪教徒就会比较方便了。
哦，干妈的那个邪教徒吓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邪教徒真的吓死我了。这灯是已经开着了，然后还这么可怕，到底是怎样？哎，到了跟我说啊，我需要你的这一个帮忙啊，需要你的帮忙。你就直接下来就好了。但是我没有灯啊，没有灯很讨厌啊。你在找路，你不知道我怎么下来是不是？这就尴尬了。那看来只能由我一个人先行。攻击他的村庄啊！他跑不见了。这个是队友吧？队友在跑吧？哦，打死他！面具，面具！哦，面具！他不能戴耳机。Wait, what？ 眼镜啊！眼镜哭啊 ！Oh no！ 好了，你下来了 ，OK， 这里结束了。你在哪里？我飞一把枪给你，我们可以闪了。Да, пожрать бы, конечно, не помешало. 或者我们也可以上去把那些邪教屠杀了，虽然我觉得那个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。Ну, what the fuck? 那是骗局吧？白猿的是队友啊，我不知道白黄怪在哪里。鬼男邪教，可是他去哪里了？他刚不在我脸上吗？进房间了啦，进房间。你刚刚丢那间？啊？你在我刚刚丢那间，然后我还被攻击 ？Oh no！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他还没下来啦。队友还没下来了，邪教徒就下来了，你懂吗？有另一只算了，我不知道你在哪里，你不要下来，你现在不要下来了，你不要下来啊！你不要下来啊！我会打死你哦。邪教徒会丢人？还有？什么叫还有？
喂，那不是你队友可不可以跳一下？我真的不知道在哪，你可不可以直接下来？你不要在意这么多，你现在直接下来好不好？我真的不知道哪个是你，我会不知道怎么开枪啊！你就直接下来。OK， 这样子就好了，这样子不就好了吗？啊，不是，你怎么那个不是你吗？这个是你吧？对，这个是你啊，我看得出来你的枪啊，赶快收一收吧。太乱了，太乱了。面具我拿走，其他东西给你吧。收个 boss。假给你吧，我不拿假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撤离了。没有那个加热管道撤离点吗？懂吗？有的话点头，没有的话摇头。我跟你去同一个撤离点。没有，那你有我看一下哦，后山的那个洞口吗？我现在瞄准了那边的那个洞口，你有这个撤离点吗 ？OK， 那走吧。哦，真是刺激的一场，好久没有这么刺激了。